家好，我是普爱伊甸园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，治疗齿颚矫正35年，我知道后道所造成的齿裂以及脸部的歪斜，不仅外观受影响，身体的平衡性也会有问题，而且还可能因为齿颚的不正呢，发音会不正确来影响生活。然而呢，传统的正颚手术执行上是有风险的，而且术后的恢复也不容易，因此在本集舞蹈马蒂斯，我将会与您分享如何的可以免开刀、免骨钉、免钢架的矫正方法，以及一些成功案例给我的回馈。我们空中再见咯。